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去天空之城的路上，偶遇了一片花海，太美了。看到我身后的这些一大片花海，格桑花，太美了，各种颜色，粉色、红色、白色，啊，更神奇的是，对面我们能看到有一座城堡一样的房屋，守着这片花海，太幸福了，这家人。哇，正在盛开的季节，看到了吗？非常漂亮。住在远处的这一家人很幸福，守着这片花海。远处的这个房屋，在花海中有一栋房子，幸福了。想象得出，早上推开窗就能看到这一片格桑花。